再继续下去啊，还是说换个方式啊，还是这是还怎么还接着不转，就是这样子，反正死活不转。你看，你看你小的这一大堆，你小这些干啥？啊？那我要 你不喝茶坐在这儿，你小这一堆。师傅，我给你写他的样子。所有的事情说完就放下。接下来怎么做？坐在这儿喝茶，一念不生，这就是做。不行，我打你。那不是做不到吗？现在。你怎么做不到？你坐在这儿喝茶，把刚才的事情忘掉，你做不掉。这可以啊。把我们俩刚才说的话忘掉，你做不到。再接下去、啊。继续喝茶，然后去该再干啥干啥。这就是你做的。你不再去探讨我们在说什么了。当下你做到了，听懂了就听懂，听不懂忘掉它。下次继续听，听，什么时候不动了，什么时候算。你现在是找不到那种不动的状态，你知道？你觉得我下一步怎么做呢？总要有个计划，总要有个规划。这个什么是不动？你总要是你的脑子总要是说。你说的这个你要总结一下吗？我到底有什么方法能不动吗？是是是是，不动需要方法吗？你需要个方法不是又动了吗？不动就不要所有的方法了吗？真的是，你要什么方法？这就是你的惯性思维，知道吧？你要不动了，你就说这不跟普通人一样吗？这叫学佛吗？这不我以前是这样的吗？是不是？你能不想这些问题吗？不想是普通人还是学佛吗？你就在这就这样，你只要变成个普通人还不想这是普通人的问题，你就行了。你学佛要个方法，你做普通人还要个方法，你成道要个方法，你不成道还要个方法。你那么定，你做什么都要个方法，都要个定义，都要个概念，都要个下个定义，这样是个普通人，这样才是学佛，这样是工作，这样是做红尘的事，这样是离情去欲的事，你所有的都给定义，在你头脑里边，我必须说清楚，准确的告诉你什么叫成修行修道的事。我们俩在一直在精神层面探讨，我是叫你意识停住。其实修行跟日常生活没啥区别。你少年以前，他其实就是还是以前往善道上走，但是修行就是不着相，慢慢的练不着相，世俗法是越来越着相，就差这么多一点。修行就是不着相，心切三法；不修行的只凡夫众生，就是边着相边心切三法。所以你就是指那个人间善报，修行就是不着相，心切善法，慢慢的就解脱到，就解脱了嘛。只是不着相啊，就唯一的区别就是不再执着了，不再执着了，是不再较真，不再执着。在刚开始有一小段时间是没办法去做很多事的，是有些这个事件的冲突。在很多方面就觉得你必须舍离别，有些东西你必须觉受啊，很多东西你必须舍，然后你才能安住在那个空性的那个界地，安住在那个跟那个界地深扣一合一。那个时候就觉得，哎呀，好像跟红尘是冲突的，但一旦过了这一关，就不冲突。你觉得真的在红尘中其实做事就是修佛。就是不心不较真，不执着就行，不着相，那就出来解脱了。你就是身在红尘，心已经解脱了。你也可以吃荔枝，也可以玩，可以结婚，可以生孩子，可以做任何事，没问题。但是你不会被困住。现在是我们被所有的相困住了，所有的假相困住了，不自在。就算你说我也没有不自在，问题是你生老病死啥也不知道，你死了到哪里去也不知道，一片迷茫啊。你说你挺自在，但是你一无所知啊，对这个世界，对生命，对世界一无所知，那你说明你迟早还被困，就是死亡对你就是个困惑。死亡以后你到哪一道你是做不了主的。只是现在和平时间你处的又有善报，所以你不会觉得不困，你事事如意。但是你
这个很快善报就想完了嘛，善报想完你还有一些，一旦有逆缘成熟。